类游戏刚开局，石洛就一直没能出转生石。那不是比我今天还惨？你这算什么？当年欧洲队是踩着我们转生石虐，复活了就杀，还故意让他们医疗师来杀人。啊，就是他，余岁。当时最后一局确实打不过，我们都投了退图了，只有石洛一直不投，他一个人在地图里死了站起来。实验场匕首成功击杀 NSN Evil 被 Holy Sword Whisper 使用场匕首击杀，死了多少次啊？34次，对吧，余岁？嗯，34次！天哪，照 FOG 这种角色复活也会留下伤痕的设定，那他当时角色岂不是？也太惨了，余神，他当时可是才被你卖了，你转头就杀他34次。这要是在热血漫里，你是要做反派的。不在热血漫里，我也早就是反派了。